天天吃饭却不排便，体内的大便去哪了？听听这位老师怎么说。便秘拉不出，怎么会有人想着多喝水？大便干结堵在肛门口，居然还有人吃香蕉通便？听听这位老师怎么说。大家看啊，得了便秘啊是不可能自己好的，不要去喝水吃香蕉，也不能用民间的偏方，更不需要去用润滑剂，放心，不用受苦，也不用花大价钱。大家看啊，他这个便秘问题啊已经很严重了，经常的腹胀啊，爱放屁，肚子胀肚子硬，大便量呢少和干结，一节一节的不成形，他口干口苦，嘴巴臭烘烘的，大便就堵在肛门口拉不出来，拉不干净。再不重视啊，等到肠道损伤了就晚了。便秘的人呢、啊、把嘴给我闭上，我只教你一个方法，如果你要划走呢，我也不拦着你，毕竟被便秘折磨的人是你又不是我。我已经强调很多次了，便秘反反复复啊，大便在体内啊长期排不出去，导致呢四肢不胖，肚子大，还有口干口苦，嘴巴臭烘烘的，甚至呢损伤到了肠胃了，这是你的肠胃啊正在发出信号，不要拖拖拉拉不重视了。我看你这个肠胃啊是不想要了吧，这大便都淤积成这样了你才来，你看看这里面全都是宿便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老师，那还有没有办法？办法当然是有的。调理便秘需要好几千吗？太贵了。调理便秘需要三四百吗？太贵了。调理便秘只要几十？是真的。大家看啊，肠胃出了问题啊是不可能自己好的，不用吃口服产品，更不能用民间偏方，更不需要忌口不吃辣。放心吧，不用受苦，也不用花大价钱，便秘调理好了80岁都不显老，便秘不好5年以上经久不愈的，我来教你一个好方法，只要一顿饭钱。但是啊，你如果因为便宜不敢相信，非得去花成千上万，那我又不拦着你，毕竟啊钱是你的又不是我的。每次大便呢只拉一点点，代表肠道堵塞得很严重，千万要引起重视了，可不能再拖了。我现在啊就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个通便小绿瓶，润肠通便，改善长期便秘。你是大便干结量少，大便不成形，还是宿便郁积啊，排便费劲，肚子胀肚子硬，每天吃2粒，在家就可以调理便秘问题，不用花冤枉钱。好不好用呢，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。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工厂接单，厂家直发，包邮到家。老板，我要来三盒通便小绿瓶。三盒能用得完吗？我这便秘拉不出都好久了。不用那么多，你先拿一盒回去试试吧。只需要每天用2粒，华霞楼慧人胶囊，温和好吸收，润肠通便，改善长期便秘，不用花大价钱，温开水送，效果直达深处。我们是源头厂家，没有中间商的差价。现在下单，全国包邮，点击下方查看详情吧。轻度便秘用它，中度便秘用它，顽固便秘还是用它，四肢不胖只胖肚子用它，排便费力拉不出来用它，被便秘困扰的朋友不用怕，现在点击视频下方查看详情。